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老师。OK， 我们继续玩反校车游戏啦。上集我们在女主角房间睡着之后，醒来一觉醒来就到司令台前面。好，我现在超害怕的。司令台，我现在从哪边啊？我现在没有蜡烛了。路上很多纸飞机，可是我现在走去哪？哦，还有运动，操场塌方了，一切都被淹没，变成暗红色的海，好像没有尽头。好，哎，为什么一直掉这个纸飞机啊？你看看又掉了，所以它不是在下雨，是在下纸飞机，是不是？你说天气冷的时候在玩恐怖游戏才是很阴森，你知道吗？哎，什么？损坏的好严重！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他有听到吗？干！这个。栏杆呐、啊，吓死我！就是操场上面都会升起嘛，升起就有这个栏杆，升起座，绳子不断敲打着旗杆，哎，自己吓自己。哎、欸，他那个音效做的蛮棒，就那个风声，的感觉，有听到吗？好，应该有听到了。不要吓我，不要吓我，我最讨厌被吓了。这里是要走进去吗？看，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看，这傻小回避。他说什么？我看一下，看不太清楚。李立言辞嘛。时代考验青年，最终，然后青年创造时代，回避肃静。好，我们先走右边好了。哦，nice， 看到生命了。桌上有一条纸条，插画黑白无常。黑白无常相传讲的是古代棺材，某次执行过程，为信守彼此承诺，不幸丧命。阎王感念有其有幸，将两人封为冥界使者。据说将死之的人会看到他们前来领收魂魄。欸，我很好奇外国人看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黑白无常是中国的那个习俗啦，也不是习俗，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那个鬼怪的传说，就是你快要死的时候会看到黑白无常来带你走这样。好，先存档。好，走吧。哦，黑白无常，那左边呢？那我先去左边看。嘿，为什么学校会有这种地方啊？不是很奇怪吗？记得这是布袋戏社的社办。哦，说到布袋戏社，大师我呢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布袋戏社的。对，那现在布袋戏社，大家有看过 PE 布袋戏的话，或金刚布袋戏，现在 PE 布袋戏的那个布偶啊，都已经是快要人的一半的身体的长度了。那而且现在做的很精致，所以基本上不会像以前那种小时候可能看到那个小布袋戏后可能会怕。就是什么会起来动啊什么，其实现在的布袋戏的话非常的精美帅，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感到怕。可是有些人还是没办法对那种布娃娃布偶的那种有，就是还是会怕啦。对，是什么用手推车改造的戏台，记得校庆时被那些男生当战车推着跑，结果轮子都撞掉了。刚有个东西可以拿，对不对？这个，哎呦呦，遇见鬼差，
怒遇鬼差来，不与四目交。灯下勿奔走，见其俯身则屏息，待其离去莫惊慌。里头画的提灯长人，怒遇鬼差来，不与四目交。灯下勿奔走，见其俯身则屏息，什么意思啊？待离去时，就是他俯身看你的时候嘛，然后就要屏息了。通常遇到这种东西，一定附近都就是有他。因为上次不知道那个看到那个网聊的时候，他都马上出现了。先存档再出来。这个按哦 ，OK， 没东西了。黑白无常吧。天下太平，一见生财。看一下，门上两尊塑像。一般来说应该是门神才对，但怎么看都是黑白无常啊！敢不要吓我？雕像的手握拳，原本有拿什么东西吗？看这种地方，你会想进去吗？干，吓死我了！走吧，有希望观众朋友不要 被我的声音吓到。有些人不是被画面吓到，是被我吓到。你看前面有很多神像，有没有？有没有神像？然后不我在看你，这样不敢走开快，你知道吗？哦，所以那个布袋戏社，哦，前面上楼跟里面，我先走这个好了。干，哇，吓死我了！有手哎、欸，好，大家其实看到这个布袋戏社会有这个头，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在在布袋戏，头跟身体是分开的，因为大家可能没看过面部构造。其实不，头归头，然后身体是身体，身体就其实就是一个空间，让我们的手可以伸进去操控它，所以它里面的布料里面啊，其实是空的。生物教室里看过的玻璃瓶，里面浸泡着一些布袋戏，如果是这样子，有点变态了。为什么吊着啊？而且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学对布袋戏偶啊，我们是非常的对它非常的上代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好好把它收起来，这样子不会像吊到上面太夸张了。好，会不会从吊下它动了？走过去要动。你看一堆这样子，你敢走过去吗？天花板大量的布袋戏偶，哦，有一个火炉，你干嘛？灶庄的金炉，想起妈每次烧纸钱。都说是给家里求平安的，但我觉得这样是和鬼神谈判利益交易，利益交换，哦，是没错啊，一定是烧纸钱嘛。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看我，每次看到那个场景出来的时候，很怕被吓到。不过。为什么这边会放这个一个布袋戏偶？不知道什么意思。OK， 走吧，但不要笑，不要。我先存档。看这个声音，很讨厌呢。
好像有狮子赶快回来一楼，真的，一楼看起来是安全的。那我们先去左边好了，就左边。反校真的越来越多 YouTuber 开始玩了，这算是真的很成功的一款游戏。我们被防守，通往中庭的，那下楼嘞。虽然我现在是白天玩，但是我还是觉得，干大小，干，会动吗？桂枝的人像背上背着一个木牌，头戴着头套，看不出是谁。还有人呢、欸？等一下，那这个嘞？这个干嘛的？木加和镣铐是吗？还有。边缘有一些干掉的血迹。好，玩我连恶灵古堡都不会这样子，就玩这个头像。什么？庙门口的天空炉，每次拜拜的时候，妈总是会先点三炷香，和神明说自己的生辰和住处，接着就是念念有词。不知道说了有多少事，求了多少愿。为什么有话不和人说，却告诉看不见的神明呢？没错啊，其实这是一个寄托啦。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寄托，就是当你不知道问谁的时候，不知道寻求谁的帮助，你就会问神明了。我该怎么办？对不对 ？OK， 所以他意思应该是要插三炷香。有一股植物腐朽的味道。这里关着什么样的囚犯？哦，应该空的。又一尊人像，这些到底是什么人？不要问，你会怕。有门呢？我不要进去啦。纸钱，所以这个应该是要拿去烧了。拜拜常见的普金吗？挂金，通常是以焚烧的方式给予鬼或神明，以求免灾或保佑。好了，进去了，不然怎么办？厚重的大铁门被锁住了。干，怎么了？人不见了。来不及了，那是怎样？他们出来是不是？按错，刚才就那个空的牢房有那个影像，好，去先存档，先存档。是吧？这应该没事。我先存档，因为我怕遇到什么鬼怪，然后我没躲好，然后死掉了，再重来了。我实在是不想再经历一次。啊！好，我们先去烧纸钱好了，看他们什么反应。不要吓我！不要吓我！
拜托不要。OK， 没事，没事，没事。好，来，烧，去吧。攻上此前，请四方鬼神保佑一切平安。啊，自己飞进去是怎样？哎，火怎么灭了？炉子突然变好冷，微信上好像有东西。怎么可能？如果一直在里面，一直在里面的话，应该会被烧掉吧？羽扇，羽毛制的扇子，烧完纸钱后出现在金炉的灰烬之中，不知为何没有被焚毁。干，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太小啊！哎，对，干太小，我死了！哎，这是一定会被抓起来吗？喂，我现在干嘛？怎么办？为什么画面变这样？啊，好好，没事没事，就刚才那个画面而已。吓我一跳！嗨，婆婆，冷血的东西放久会被附身潘米亚，依旧曾经。和王鸟一样，离得远越好。嗨，婆婆，婆婆，你怎么了？我要扶你下山吗？婆婆，嗨，婆婆，姐啊姐，是的，是现在人辛苦。婆婆，路易先锋，过去去麻烦过去，可不哦。仙逝河水流，人生在浮沉。会跟着他吗？好，跟着他。他会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哎，不见了。好啦，我刚吓死我，我以为死掉了。刚被那个布偶抓上去。他在暗示布莱西偶吗？哎，他自己走了。恶念不断积累，直到某天他有了自己的生命，于是开始失控流传。我没有按，你怎么跑这么快？来不及念。所以呢，还是不能。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要屏息，对不对？原来如此。知道啊，你没有教我这个。好，先存档。羽扇应该是给那个黑白无常的那个手吧？可是我还有上面没去过哎，要先放吗？可是像应该要放两只对不对？我现在只有一只，先给右边的人好了。OK。所以还要再放一个，好，一个应该在楼上吧。刚被吓到，算还好，但是突然被莫名其妙被吓到。
上面上面。我为什么玩这款游戏虐待自己？这就跟看电影是要放松，你去上去是顶楼，门被锁住了。门缝长个树根，完全封死了。有一股野外潮湿的气味。哎，这个门可以进去。放映室吗？哦，等一下再进去。视听室。刚灯了。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鬼差是谁什么？不与四目交，是不要看他的意思。灯下不要不要走，灯下不要走。见浮生则屏息，感觉这个很难欸。好，先去这个。干干干干干！架上各种胶卷，好像连在一起了。为什么画面有一个黑黑的这样？不管了，应该是我电脑问题，我不想管的。哎呦，放映室最讨厌的啦！视听教室的影片是从这里播放的。记得军训护理课都在看爱国电影，教官总是配合画面对各种战役滔滔不绝。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影片可以看吗？为什么要看影片呢？干干干！那个门声恐怖哎、欸！傻小啦！自个人死于标语都发霉了，自个人生死于度外哦哦，小屁哦！国家兴亡为己任。好，我只是要点中间就对了。三炷香哦，就是拿这个去天空炉那边，对不对？无名的墓碑就这么砍在教室中央。我想底下应该没有埋什么吧。香炉里有三炷没点过的香，线香举走。也没想到，不好意思，对不起。没事。吓到我了。哎、欸，他写仲庭是吗？为仲庭之墓。对，为仲庭他已经。人死之后就剩一块石头留在世上吗？他会离开被吓到啊。你为什么这么冷静啊，女主角？没事没事，看一下黑板上面写什么字。廖北亚是告密者的意思吗？廖北亚是告密者，没错啊。黑板上面写满了廖北亚。好，先回去存档。我看到鬼差了。灯下勿奔走，见其俯身则屏息。靠腰嘞！我知道，等他。傻小啦，我都没有，来不及按。他靠近你的时候再按，是这样吗？哎、欸，
再一次哦。啊，直接读档比较快啊，现在太慢了。好，我们来了，再一次。所以不要跑，等他过来，然后等他走过接近的时候屏息。所以要怎么过啊？好，那个刚才我们不是被抓到，然后就重新读档，然后我身上已经有信箱了，所以就不用再重走一次。我刚以为说还要再走一次。好，那我们就去最下面那一层楼，然后把香炉插进去。然后我大概知道那个意思的、啊。我刚才就是面对着他，所以我应该不与世目交，就是我要背对着他，等他俯身的时候闭气就可以了。不过应该不会再遇到了吧？好，那我们直接到最地下室吧。我这激光不知道干嘛的，不知道会不会再遇到。好、哦，不是这里。好、哦，我总是拿着香跟着妈妈在拜，对她的要求保持听而不闻，只求神明让我活得像自己。门打开的样子，那什么声音？右边有什么出现？右边人不见了。后送的门打开吗？现在门被锁住了。仿佛沾着血迹，哎，他门打开了，然后这个有插的东西，我要把它拔出来嘛？哦，木牌是松脱了，哦，原来如此，令牌嘛。OK， 辛苦你了，哥，辛苦你了。木质令牌从红楼地下室的人像取得，好，存档。然后现在有两个地方进不去，一个是这个门，一个是最下地下室那个门。好，先存档，然后进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先存个档。有存档点的地方，就是等一下一定有非常危险的事情会发生，这是铁则。OK， 我插进去了。我要插入了哦，节奏啊！不要动哦，你不要动。门外透出一股冷风。哎，大家有看那个旁边的字写什么吗？看不清楚。哎，大家会觉得很烦，一直存档。我也不想一直存啊，我怕挂掉。哎、欸，哦，这外面啊，难怪有两民族英雄孙中山吗？大总统的哦铜像哦，那是蒋经国吗？有一种被盯着看的错觉。在以前的学校啊、高中啊，大家都会传说那个雕像都会晚上都会起来动，是吗？OK， 哎、欸，这可以看是不是木造的日式建筑，地板坐起来就会嘎嘎响。里面有老师的办公室，哦，那个木板会嘎嘎响，真的在半夜走路真的很恐怖。不要，眼镜烟火。要伸进去吗？
你看，就这个声音，我最讨厌这种声音了。不要，不要，不要！好近哦，你不要这么近嘛。窗户上贴满了镜符，这声音，哦，这声音。书架里空无一物，里头一把钥匙，顶楼钥匙哦，这是刚才另外一边的那个，这楼上有个门锁住了。然后这个书柜很像校长室那个书柜，又是你？对啊，这不是校长室的电话吗？你是我要播什么啊？大家知道这怎么播啊？以前这个，我现在小朋友应该没有看过。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要打零好了，就是按着零，然后转一圈到这里，它就会回转，代表播好零打进去成功。然后嘞，没事啊。我没有号码，所以现在不知道要拨什么号码。119好了，一，哦，对不起，119，哈哈哈哈哈哈，成就解除，你以为有用吗？119，好。我打110，没有119。啊，我笑了，我笑了。嗯，好，那是死定的成就，刚那个死定的成就，我打110看看，不错嘛，110，没反应，好了。已经存档好了，我好害怕啊！好，我先这集到这边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哼。好，这边啊，好。那喜欢我频道，欢迎到频道按下订阅，在你的影片的右下方有一个我的小图示，然后在左下角一个红色按钮可以按下去，以随时追踪最新消息。那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粉丝按赞，以追踪最新消息。那谢谢大家会喜欢这款反笑这一集的游戏录制哦，谢谢大家收看，拜拜。